今年尔湾最令人期待的社区 Solace Park 终于开盘了，小学到初中就在隔壁，而且这个社区呢还有双泳池会所，3亿美金的高中紧邻社区。视频里这个首选的小独栋近3000尺，4房4卫2车位的标准车库，性价比非常的不错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 Chris 刘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住在这个社区里，从小学到高中都可以走着去上学。这个呢是位于1楼的卧室，现在咱们上到2楼，2楼呢也有一间非常宽敞的大客厅。这样双客厅的设计呢，让整个房子显得很大气，而且呢如果有客人来了，那么呢家人跟客人之间可以互不打扰，私密性也更好。一个好的户型呢能极大的提升居住的舒适度。而居住在这样的小区里呢，有泳池有公园，并且呢不需要自己去维护，只要跟家人还有孩子共同享受这些社区提供的便利就好。咱们现在呢看到的是一间次卧，还有2楼公共的一个卫生间。现在呢咱们去看另一间次卧，这两间次卧呢面积都非常的不错，而且呢都有这种大窗，采光很好。这间次卧呢带了自己独立的卫生间。现在呢咱们去2楼的另一个方向去看它的主卧。主卧跟两个次卧呢中间有2楼的一个客厅作为间隔，私密性非常的好。这里呢是主卧的阳台，这个阳台甚至可以放两把椅子，坐在这儿呢聊个天喝个茶。而且呢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主卧的卫生间，也是非常宽大的，宽敞明亮，而且呢还有大窗户。这个主卧里面带的这个衣橱也是够宽敞的，咱们现在呢去看一下。还有更多性价比好的户型这次一块推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，相信总有一个户型适合您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